心有这点灵性，归咱原灵出心，这个是天意，予咱的顺定。无形伊爱咱回灵，是咱宝啊转清，这点灵性拢是天缘。阿宝啊，你讲顺心，得到清净的法性，只有传咱心中的本心，降落原来的心，有咱一条清净的法界。咱再来讲通灵原来，真理是天元性，予咱定法先天性。罗伽是现世灵，真法是天灵的本意，降落瞬间的心境，有清落来现世明，导咱开无性。这是青天的法性，落伫咱无形这条原性。我爱将伊拍通，这点灵性拢是归零。母啊爱清咱的心，上天这条灵气现着元灵出心，度着真法这点灵，清净的天意对咱顺家的心。咱爱有显明的心，是咱有顺现世心，转咱定遮尔静，无伊的灵气，只有看现顺咱的心。你有一条清净的本灵，上苍的灵气。咱有真稳定的顺利，应来是天灵性，安定是现世性，予咱有稳这条灵，这是清净的天理，嘛是咱母娘啊顺家的心意，到来无形的天。咱来有顺这么静，这才是咱顺家的心，是灵源本意，是咱道家顺天，这是无形的天性。咱再来讲顺定清灵，是咱以原始的心传来。这点灵气，度着正法这条神，拢是无形伊讲的话，恢复清灵才是你，予咱顺母心意，最主拢是通神，是你有灵这条灵性，显咱清天这条心。爱咱有母啊，遮尔静，这个天理只有顺定，灵源伊一点开，爱咱显露清家己的心，才有遮尔稳的灵性，度着清净的气，咱有遮尔顺的心，显咱有定的灵。是咱以正法正天神灵伊的天界，只有转咱入定，咱有母啊这条灵现个清入神，灵伊只有慢慢转到咱这尔正的心意，对着元灵的天性。咱以清净合心，转咱有定即工气，落伫原始的静，
你有一条正法的心，再来讲愿天愿灵，恢复清净这点心，是咱无形的天性，转到清净的元神，出家这条灵魂，上苍合咱的本性，咱爱转互伊安静。伫即世，我的心就遮尔明，恢复原来的灵气。最主是顺天，无形的关性，转互咱清寂静，凡世间的灵魂，定咱遮尔稳的气，度咱顺家的心。这是咱灵源本性，嘛是咱为主显灵，上苍这点元神，只有显明咱的天性，这点灵光的天元，转来有蕴现世灵，是咱顺家遮尔静，天理只有向咱的心，行出遮尔蕴的灵。咱有这条清净的气灵，这个天意只有传入正。在咱有这么稳定这条灵魂，这是入定中咱的气通神。只有这点光，咱才有母娘啊，这个元性，拢是清净的天理，行入到正法这条元性呢。是咱有蕴现世性，嘛是咱道家遮尔正。显露是灵源的心，爱咱做主阿母啊的心，再来讲遮尔正的性。灵源是灵气，爱咱道家是顺理，应着无形的天。上苍的天性，我有一点正法正神，这个天意只有传达咱母啊的心，有咱一条青天的愿性，你再来讲佛祖天灵，上苍的灵气，咱有显明顺天。爱咱有这点清净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天，灵源是天性，予咱转家遮尔稳定，显咱有母有灵气，转咱顺家现世神，我有一条清净的本性，这个天。只予咱讲情，咱爱只有讲度咱的心，恢复青天的理，咱爱有兑现阿母啊的心，灵源本意是灵性，爱咱落定是天命，咱有一点灵源的心，这是咱为主的天性。再来讲顺家落神，是咱元素的天性。你再来转到清净的本性，无形这点气，对着清净咱的心呢，上天伊只有讲显明出来。我爱是当下这间气对准。先天的性，我用着清净这个法身，转到这么明的天灵，无啊只有净，我爱是现世，照着通这条灵性，神伊才会当归空。这个天理拢是空，咱才会当团，无这么明。现咱灵源一点开，转咱落灵遮尔静，
献着孙家的心意，拢是无这条灵魂，定到这么稳的心清，灵魂是天意，降落无形是定性，献咱安静这条外，这个天理拢是咱的本性，予咱转的。这是咱的清净，真法是天灵觉，安定是无形心，转来稳定即工开，咱爱劳灵元神，出在清净即条本领，佛事正法即条心，转咱清的气。度咱劳灵这条心，强咱母啊的愿性，恢复清净天意，佛事愿神出家，上苍有落灵界，现来清自在，开来本性，现咱团净，灵源是天理。道灵开是心意，咱有清的愿性，转乎伊平静心。天元是灵觉，现咱出窍顺心。天意是灵元心，转来无安静，恢复一条气，通咱清天元。这个天理拢是照无完，咱爱定甲条条，这点灵光现形，咱爱落加清净，上苍的灵魂爱咱顺加现，是咱本源本性转灵，这点清净是天理，转乎伊顺加是无去。度到青天这条心，强咱稳住咱家己。啊，这个天元啊，只有清净。咱来讲透这尊心灵，这个天只有用我的灵性，转到现世的元灵，一条清净的气性，咱爱转互伊稳落来啊，是咱。照着灵气，要来讲着清净这条心，现到这么明的天界，拢是恢复神来，真法这点开，爱咱见妙上天神，灵有这么精的元性，咱爱回到清自然。天元老母这条心揉落来，则是咱的灵性。现到这么明的天理，咱只有来讲金母娘娘伊的心。我有这条清净的天界，拢是照着元天自在啊。现咱本源这条心，共咱团这么净，是咱顺着。现世界的神，你有一条青天的本意，咱才带有顺母这么正的心神啊！这是天法一条灵魂，要甲咱讲母啊的顺，转到天元这条灵气，予咱顺家这么正的心，是咱灵元这点气。我爱劳灵这么顺，这个天只有我元灵出心，在咱这么精的天地，我再来讲劳家正心意，天有这么稳的天性，啊，我再来讲顺母啊，这条灵，天元是灵天家，最主是本源心。定咱清净这条元气，落来转顺性啊！阿母啊，伊咧讲，
天老照天性，啊，咱神就会出名；天理老照法界，咱的心就会完神在啊。上了天元一条龙，因咱转入天性，龙元是现世界，看咱清是顺自在。啊，这个天元啊，只有讲天性。啊，咱来团只有讲天神啦，啊，无形伊咧讲的顺咱的心啊，啊，我再来讲正呢，阮会去通神啦。真理拢是法界，会了真灵顺灵性，现来转清家己啊，得到元天本灵性啊，看在安定。咱的愿，这个天都嘛是顺家己的心，咱走这条清净的道，献着宝娘啊，伊的本质啦。啊，这个天愿都嘛是顺顺的，啊，我走这呢清的心，来讲着愿这呢稳啦。天灵是愿天来。导咱正法顺天界，灵源若无性，转咱恢复清净。啊，是咱原始这条灵气，啊嘛是咱常常咧讲的顺天。应咱脑正发性，啊，咱就会当讲源道灵。真理拢是天源。现到清净是妙，定咱转是灵气，现来清顺心。上苍这点灵源，啊，咱来讲顺无性，现咱转啊，则是天理，啊，道咱开，则是神的气啦。真理是灵天来，回咱出家心会知。原天有果的灵性，现咱转定啊，啊是这条清净的气，啊无啊，伊才会当讲顺咱的性。咱有这点灵魂的天神，啊咱才会当归元坐位啊。上苍这条灵，爱咱出家安定。上了无形的灵性，转咱清现世啊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心，啊，咱才有这呢稳的灵魂，啊，这点灵气，伊是要讲无元神，啊，咱才有这呢稳在学啦。真法这个天性，转咱安静这条元灵啊。青天是无形来，道灵见咱青天开。灵源有定的灵气，道开这条心。灵只有讲天性，现咱稳定合神。一条清净的气，咱再来讲通顺无性。这条清净的天界。咱只有佛事自在，开着咱这点灵源本意，咱再来讲道灵顺天啊。这是元天的元神，转入着你今嘛的定源，现甲清净咱的心，全部拢是开的。这是咱度化家己，照着清净这个无性。咱有顺落来，这条元神现出当下，是咱今嘛的本性，转过着通这尊神灵，咱也是现世的元神，是咱以正天这神，要开着咱在世间的灵性，你定甲原来安静，天理拢是平静的。在世间，咱就现，予咱这点灵光
恢复本性。天后照这点教，咱就会当顺和这条灵性。这拢是通咱的清净，嘛是母娘啊咧教咱的心。我若有这么顺时的天界，就是对头啊，搁再复神落来，是咱这点清天的灵气。我再来讲顺甲这么静的心啦。是啊，咱爱是多灵，现开清咱的心，咱才有这么稳的天界。要讲是心愿落家啦。这个天意只有讲灵性，爱咱转上天神啦。灵老这么清净，咱就来讲愿天愿神自在呀。这个天理只有拍通，咱现主持这条灵界，是咱转着清净这点神。在世间，我只有运用法界这条灵性，献着我的心公平。是安尼，我才会当讲天理啊，讲正法呀，咱的心意呀。这个天法拢是阿母啊在讲的心嘛。我才有这么稳的家己，献出清净咱的天性，后咱学着。家己的心灵，是咱顺着清净的法性，爱咱定格这么稳定，现咱有无的灵气，定着清净咱的心，是原始这个天界，是咱阿母啊自在，你有一条灵源的心，这个天。只有顺咱的妙愿，咱才会当定家己的心。这点灵性是天意。无啊，再来讲慧能最主，真法本意是天性。爱咱现来是愿心，有咱一点清天命，再来讲顺家无啊的心。灵源是天界，正法是神来，回咱本源本灵性，会当转的是元天神。有这点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心，拢是恢复的天性。咱再来讲清安静。予咱顺着无形的天灵，咱再来顺加正清净，天来顺天理，悟出正果心如镜，天元有家的灵气，导咱出家心定，天元本意是天灵来，带有元素现正气。天灵本源的灵性，佛祖转来称真理是天灵性，现来顺家上天灵，稳定则是咱的天意，佛祖则是咱的天，无形拢是天命，降来拢是元神，上了青天。有灵气，现咱顺家这条神，有咱顺母这么精，这是天元这点家，落伫咱的心中本神呐。现来出家一条灵，真法定来现世灵，转咱入境团心上冲来到正元性，大法正果传天神，灵源出家定如心，正理通来正元气，灵源现正顺无性，天来为道现世行，转咱清
平平，原始是天界，我爱清净是路性，恢复正果一点元神，真理应来是天元，佛事转则是咱的心境。天理原来出天界，上了五灵原自在呀，现咱一点灵光传，教咱转合神，上来本意应天性。原始大法应天灵，真理是天愿，现来顺驾是天意，灵源主宰上天，上天本源现世明，转来开发这条心。清来有道有灵气，定来度化上天愿，无形应来现世性，转咱恢复清净。无来稳定拢是伊，条条灵性归天。青天落来应本性，悟出一点灵光清。灵源本意是天界，悟出清净是自在呀，真理是天法性。我爱传来现世清，上苍落来照本意，心中安住原性，是咱以正觉这条灵性，天上母娘清灵，转咱顺定这条界。无形伊只有清这条心，强甲无啊，遮尔清。这个天只有拍通一点灵源，伊的灵性合体。我爱有金啊、母娘啊，伊的灵性献开清家己的心，最主则是咱的灵空。灵源本意是天来。道灵教法是自在，青天有路正天性，原来安住现世境。天理是灵气，道来遁驾是心性，爱咱静静是天命，而咱遁来遮尔静。天有出家失掉阵，落家遁无得地明。天理爱咱遁天定，各回听家己的阵。是咱这点灵源的天性，咱才会当顺着神入清。有咱这么稳的灵气，这拢是恢复清净的性。伫咱有真稳定，这个天理，无让牵加，这个灵力，咱才会当讲传法这么正。上苍只有讲灵气，咱会当讲的是净出现世界的心，但愿这道灵定，爱咱恢复清净心，灵源本意拢是主。爱咱落来现地行，从咱当灵这条界，爱咱顿法这么经，天理拢伫天意，落家拢伫顿理，用咱无形通法界，从咱正法进入灵，这点青天是大法。咱有清灵这条心，将咱元天本性开发正理正神呐，伫咱路顶天天过，转咱从天顶道，天来开元一条阵，
落来转无形灯，天地拢伫灵气，开花结果伫春天，人缘老掉无定，牵恁转来福天命。天有遮尔稳的天性，咱爱见母清家己的心，人缘老顺天性，爱咱归元落明。是咱灵魂伊个天性，嘛是母娘啊，伊予咱顺伊个心。在世间，咱只要开咱即马相应诶，即个天理。我爱有即条青天诶教，转甲咱遮尔静诶心。今仔日咱只有甲天相应，啊对合我来，即则是咱诶本性。是咱有灵现会知，你才会当开灵定家己的心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理，参伫咱即马落界时阵，天来顺天意，顺咱落灵最主，天元去灵界，现着无形定灵性啊！这个天慢慢啊顺性，你才会当讲金母伊个元神。这个天法只有这条性质顶，天理伊爱咱落家，金母啊爱咱真顺的心啊，是咱落来顶天国，带度福田向天道。真愿真意应天命，回咱清灵回正，天意一灵天尽，落家一顿天行，真意一咱落愿，爱咱顿去应天通。这个天意只有用着咱的心，阿母啊爱讲的是心。开发这条灵性，现咱清这么净，这是咱原天本意，道灵会出清净，天元的本性，咱只有落家现净，上苍有咱的天意，悟出正团这条心，这个天理只有咱的心。直接讲尔尔，安尼咱才会当找到本源这点灵性，洗净咱家己这个心，是咱这条正法的天理。母娘啊，爱咱落灵顺机啊！今仔咱只有照母啊安尼讲话，咱有这么清楚的心，转咱这么稳的灵性。是咱今嘛的天性，恢复着咱的元素清净，咱才有母娘啊这条元气传予咱这呢顺时。真理拢伫真正，爱咱尊家献真，灵元有一条灵气，恢复清灵吞天。灵元老无定，爱咱恢复本定。这个天只有慢慢回到咱的原体，咱才有这条金的心。今仔日咱照着无缘，咱这条灵会当复生。这个天理拢是本源来，回到咱正理原性。这个天只有正咱现主时的心，安尼你才会当看真远。咱的心是咱无形这个天性，爱咱落定家己的灵。这条青甲源头拢是顺的，安尼我再来讲服侍这条灵性，在世间咱的本性。现伫咱个人的灵诶，是遮尔顺甲诶天理，
咱只有接回先天性，这支灵要来讲到天界，咱才会当传这么精的自在。现世这条灵气，咱只有强着法界，恢复真灵。天老这条灵界，这支灵气伊就会当降，予咱清净。顺着金宝这条元神出家，伫咱即马当世，拢是兑现这点灵魂，慢慢恢复着清净的气，通神。我有这点的灵源，恢复着清净这条心，阿母也爱咱的通灵，咱才会当在世间你的感应。上苍是咱的天意。母娘是咱的真理，通着清净这条心，共咱来做母啊，伊的原性，转着清净这条核心，咱才有这点灵光产生。上苍伊的法界，咱就顺着母娘啊，伊的灵气，传来是天性，现咱稳定是天灵。母娘啊，伊也予咱真正，咱才有这条青天的气。伫咱有顺甲遮尔明的心，咱才会当安定咱这条灵，服侍这个天界。今日拢是要教咱会当精光、精明、精一，这个才是咱的精粹，拢是献甲遮尔精的。是咱即马只有遮个神，拢是明光的。安尼我走现主持的灵性，学倒起来难做伙。这个天理只有开发，咱现主持的灵性，徛起来清净，这条原体真理是天性，爱咱儒家是显明。上苍有咱这条心，将咱回来定性啊！真理应来是天愿，现咱有母是心转，灵源本意是天性，悟出这条灵源，天理拢是灵性，爱咱传达先天性，母来增加。元天神啊，这个天意只有来讲灵性，命令咱安住现世界心，一个机灵会当化先天在神，服侍着咱定法这么正。这个天理只有用灵界灵机现出神，上苍爱咱有照子。献开先天有定神，悟出这条本源灵，在世咱只有看天界，献出清净落灵来。天元是灵性，儒家是天灵，现咱有顺这条心，将来现世的灵气开发清净，则是顺利。予咱有母娘的定法，咱再来讲回出坚固的心，待有咱元灵降落家，现咱清顺天性，度咱清家现世明，天理有咱正法界，求天道母定神在，奉天道化定落来，机灵传遍坚固在。元素合用一条气，九天将法定天理。元素现来拢是明，灵机现在上天神，北风水西静，开源咱的先天性，降下先天落本神，机灵在此现本源，道灵教化上天性，现咱顺家应法界。真理通达上天界呀，是咱传来这点灵性。
乌其灵其现清，顺咱元天本性，九重天现清灵，湛湛无形传正气，天元神路灵发开，灵其转来正神在，度咱青天有路定，九天道母降元形，上了现世落灵气，开元转过落其。青天正路现世果，先锋转来洗净道，悟出这条灵天性，各有其灵，福天灵，此在九天道妙性。天来有正是天意，五路清果合路性，五方五营顺咱情，洗净青天本意。打通元灵这条心，这点灵光只有通路，灵气只有教法。咱在无形这点灵性，正路其中合天命，各有神，各有路脉，开上了现世灵法界，青天教化顺路性，天元有咱现世明，天理有咱无娘啊！真觉七天意，开元正传七路定，一点灵元现天地，灵光传来照春地，定咱无疆七天定，无来开发新五定，偏偏一点灵天地，落来转一点。灵元本意拢伫定，爱咱落来点一点，定化点点伫灵气，爱咱遵照才伫点定。灵元若无定，爱咱开来停定。天天若落天界，爱咱注定心不在。灵元灵定伫天意。灵中带无真迹，道灵教化顺势，应来洗净顺性，开发整个天灵。心中带来是天理，我来合家清天，道了真元定法界，清天如家心愿在灵元一点灵天气呀，转来定法一点性，各有道化青天元呐，灵性安静这条个元呐，现咱出家心如静啊，天来转咱现世果，天理调化元神道，神如主宰现灵性，灵气飘飘真元形。道咱青天各佛事，转咱定法各佛神。天来本意是天性，教化无上是天灵。现在机灵这条心，共咱正法的灵气，上了青天佛事，真元应来是天性，开发上苍是安定。现在清净这条心，咱爱顺来的家，是咱主宰这个天性，元素合定这条缘，清灵各有天意，开元平静顺天，应来条条现世灵，度咱开心清啊！这个天理只有咱的灵性。这个三观大地就安宁，咱爱是天意。三祖大元帅伊来讲起，会当讲灵元道灵性，机灵顺驾咱进行。青天闹照灵元，母娘定决一点气，灵体在此，佛事接机，现来转正咱的灵性，乌灵在此定法。应咱母娘开发，则是咱的天意使命。天来佛果一点气，
前来转正顺天，应咱儒家灵气，原来现开青天，无形主宰拢是用，原始现来清净，真理传来现世果，各有青天大正道，现来一条正天气，上苍现来上天灵。开天坐位圣天王，如来转正无形界，定法青天转灵气，灵在五出先天性。玉皇上帝开天眼，一指灵光现天性，九天打通元天行，做主来讲天元子，教咱传灵玉皇灵，特在此。上苍有咱本天性，现咱转正现世灵，获着无形转的精，开发这条天意，佛祖转来定罗性，开大圣王合天灵，现在本源本意，大发正果合灵，是咱顺家现主时，正天传来定法界，开大圣王顺本性。有国姓爷，有咱延平君王，今来号做护国大天尊，是咱开台圣王显示器，接灵教化定天理，灵元灵性是天界护国大神元性啊，天有原来本意，奉着青天转开，灵元灵性归天界，真神出家。玉皇大帝，天来转开是天性，现来一点灵光净，开发九天道无性，现咱转在青天神，红果传来照无异，开元九天大正气，天元儒家一条心，灵气度化咱灵，现世转来青天气，扫除垃圾咱顺势。灵元有咱道灵来，路路调光元神在，顺势应来通天理，路中归来真元神。现在清净这条缘，咱爱现世转，度咱这条灵天性，今在灵。啊，今仔日是咱玉皇大天尊，甲咱三观大帝，啊来讲一支九天道庙。咱的恶灵，会当讲平静，咱的天性，啊嘛是洗净咱个人的心灵，啊嘛会当讲是咱的路基，啊来扫掉咱这个路的啊这个灵脉，啊甲咱所有的啊无清气的啊咱这个灵源，啊莫甲咱挡路，啊今仔日已经讲到这么顺势，啊咱知影这支灵旗的作用，啊所以讲咱会当遵守啊这支机灵。啊，一个咱的心灵，伊会当讲啊，甲咱即世啊，教后咱的即种啊，真明智啊，真巧安尼啊，即、这个顺着啊，咱即个天啊，教后咱人知影啊，伫咱的心了解啊，咱来做啊，才会当归一啊，即、这个真理啊，即、这个大道啊来进行。